OK，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老李，哎，老李，好，现在解说一下怎么抽签。那基本上这次的活动就是把有留言跟就是分享的都算是一个名额，所以那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。就是这次的所有的钱，那因为了避免黑箱作业造成大家的困扰，所以我就把所有的钱都做成像这样一条一条的。那我现在手边总共印了大概6张 A4，有大概将近快要300个钱，所以我现在要趁现在这个距离10点半还有点时间，要把它通通切完。那半成品大概是长这样。半成品大概长这样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钱，等一下就是会放进这个玻璃杯，然后如果有办法的话，就请萝莉猫帮我们抽。那至于要怎么抽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对啊，为了要避免黑箱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这个钱一张一张。每个人名字都在上面，一张一张的钱，这个是钱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些都是钱的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切完，然后等一下就会把它一条一条切下来，放进这个杯子里，然后想个办法让 Lolly 来抽。那我现在要开始把这些签给切完，所以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。基本上有6张，印出来大概就是像这样啦，就是6张 A4，大概将近300个签。好，我现在把最后的切完。然后萝莉妈收到这个。签的引诱已经有点快要受不了了，希望他不要把签给吃了。哦，那其实萝莉猫平常是不会在这个地方睡觉，然后我是刚刻意的把它的窝搬过来，所以它可能等下发现了以后可能会很不爽也说不定。那我就现在把签完成。啊，因为电脑离我有一个距离，所以电脑离我有个距离，所以如果大家有留言的话，我可能不会那么快看到，但是我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。那大家对萝莉猫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聊天室留言问，我可以回答就会尽量回答，毕竟要把签做完还要一点时间。现在是那个10点5分，所以我还25分钟可以切这些签哦。大家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吧。调整一下光源。萝莉猫看镜头，萝莉看镜头，看镜头。其实有点黑啦，不晓得它看镜头你们看不看得到。但是如果现在移动它，大概会跑走，所以就先放置吧。
把罗宾毛线放置在一旁。他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刚刚他在另一边睡觉，现在会忽然跑过来。好，我还是赶快把签切完了，免得等一下时间到了还没办法抽签。切签会不会很无聊？那大家就先看一下罗宾猫。罗宾猫没办法帮忙我把这些签切好啊。好，我必须要赶快认真的切一下，因为我一直看大家留言，可能也会影响我切的速度。行，那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参与这个活动，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回响。虽然没有办法到如梦似幻的2000赞这么夸张，不过300赞也是非常的惊人的。所以实在是太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，所以萝莉猫才会这么乖的坐在这边。真是太感谢大家了。那等一下如果抽出来的有抽中的，我就会念一下他的留言。如果有留言的话，分享的部分我就没有把留言整理起来了，就如果是分享的抽中，那就感谢大家的分享。好难得哦，那个实况有28个人在看的，平常打 D3 都没有人在看的，平常打 D3 的资料片都没有人在看。快切完了，希望可以赶快把签做好。萝莉猫今天好乖哦，竟然在这边睡觉。那我调一下角度，让萝莉猫更清楚的画面走了，应该可以稍微调一下。他应该看得更清楚吧。其实原本抽签没有要这么麻烦的，因为其实就把大家编个号，然后用那种就是随机抽签的软体，或是丢个骰子就可以把号码抽出来。不过我觉得这样一定会有人怀疑，这样实在是太黑箱了。那我们就来做实体的签来抽吧。现在是讲求不可以黑箱的时代。那至于剩的签要怎么用，就之后再。其实我应该把它留下来，因为切得这么辛苦，也许之后的活动可以再继续抽。哇，切歪了。好，那萝莉猫打 D3 哦，如果他能打的话也是不错啦，不过这样会不会被说是虐待动物？好，我们切好的签就这样，那我就把它一次切下来。
切坏掉，可能刀片不够力了。好，啊，这就是铅，铅就是长这样。因为必反，那我们就这样，铅就是长这样，这样，这样这样。你等一下抽吗？你等一下抽吗？你等一下抽吗？继续做，继续把它做完。笔刀，这个万用万能笔刀，罗里猫不要过来，很危险。用力一点的切，也许会比较不会失误。我想萝莉猫应该是不会一直 在盒子里啦，等一下会叫它出来，不过先等要抽奖了 再去移动它，免得它等一下躲起来不想出来。其实这样做签来抽的还真是麻烦，但是为了不要黑箱，所以麻烦一点是 OK 的。我先横放好了，不然好像会折到。现在应该还有时间吧？现在13分，还有一点时间让我切这些。萝莉猫大概被吵到睡不着了，呈现一个很奇怪的状态。他耐心的等候，原本是编好号，随机抽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，现在要用实体的签来抽。萝莉猫今天超乖的啦，真是太整自己了，对不起。来，是最后一张。最后几张都会切坏，要少切，把它补切一下。好，那所有的钱都在这。这个稍微洗一下。
了不影响大家的运气，我就摇一摇，就稍微洗一下。那我就不试抽了，免得大家到时候试抽到的会觉得很衰吧。不过还是要稍微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把它分散。好啦，就是大家就凭运气的，这个我已经尽力公开透明的抽签，连杯子连抽签筒都是透明的。我先整理一下环境。对啊，抽签程式也是可以用抽签程式抽啊，只是现在流行不要黑箱，要透明化，所以签筒是透明的。那现在还有点时间，我来介绍一下这次的奖品吧。其实这次的奖品刚刚我也大概都开盒来看过了，像这边现在这边还有一盒，这个是。这是明末，然后是那个独角兽钢弹的那个沙漠配色版。那我平常开盒也是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个桌子上开盒，然后就这样，就是像这样子，就像这样发。其实主要是盖子啦，因为通常我开盒的时候一边拍，然后盖子放旁边，然后萝莉猫就会跑进来。那现在因为它已经占了这个盒子了。所以他现在一点进来这个新盒子的兴趣都没有，虽然我是可以把他叫起来啦，大家觉得呢？大家看萝莉猫如何进到盒子里吗？萝莉猫是一整个很意兴阑珊。摸一下也不行。哦，有人说到那个看板哦，只看板，只看板，应该是这次先不会送啦，因为我想说，既然都做了这只看板，到时候新吉翁克宿组起来，应该要好好的来比较一下大小。目前看起来的话，应该会比纸板，严格来说可能会稍微小一点吧。虽然纸板大概就是80公分这么大，不过，实体的模型可能看起来会，要么就是会很胖很壮，然后要么就是会感觉稍微小一点，不会像这个这么修长。画面上看萝莉猫的脸好像蛮暗的哦，那我调一下。这样应该比较清楚吧，可以比较清楚看到萝莉猫。现在还有10分钟哎，有没有人想要看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？可以提出来。哦，现在已经有40个人在看了。那除了开盒以外，这个盒子我先放这，等一下也许萝莉猫会来，先放这好了，也许萝莉猫会来做一下。好，那其实我最近是比较忙，就没有写新的开盒报告。那这个是最近的新到货啦，就是机动力强化套件。
机动力强哈，机动力强哈。那这个一个就是喷嘴，一个就是翅膀，一个就喷嘴，一个就是翅膀。嗯，不知道这样其实好像看不太清楚。这个如果大家有看到，可以入手一下。基本上这个如果要拿来做很简单的改造的话，是超级好用。只要有那个3mm 的那个洞都可以装上去。然后再来就是杂志的这个要附录套件，可以做出这个应该要怎么翻译嘞？这个要翻什么 ？Hyper Z 钢弹 ，Hono， 就是超 Z 钢弹岩的意思吧，就是阿燕流的翻译。那开有报告，照片是拍了，但是也还没写，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像这种附录套件，它都是一片框架，它其实相当的，其实我是觉得已经是相当的细致了。那它可以完全完美的就是安装在那个就是 HG 版的力钢弹上面。不过如果是我的话，会想要把它装在 RG 版的上面，因为我好多 RG 的 Z 钢弹哦，应该装在 RG 版的会比较有趣吧。我手边还有一个被拿来杀头、杀肉、少了颗头的 Z 钢弹 HG 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最近的新增套件啦。好，在抽奖前，我们来试着帮萝莉猫换一个盒子吧。萝莉 ，Hello， 不要这么理我，不要不理我，因为他觉得现在他在这个盒子里很好，所以一切要那个阻止他占领这个盒子的行动，他都会非常的抗拒，他非常的不爽。但是他这样其实已经算很乖了啦，可以沟通。他现在跟我沟通就是说他不要出来。好，握个手嘛，不要露爪子。萝莉，好，换一下儿子嘛，起来，起床，不要咬人啦、啊、好吧，那只好那个强制换，不是强制驱离，强制换盒。哦，竟然，好，换一下，结果他跑走了，等一下再叫他过来。为了要让 Loli 可以顺利的来帮忙抽签，所以我想就要动用一些小手段啦、准备萝莉猫最喜欢吃的零食。所谓的零食就是吃了会很开心，然后不吃也不会怎样。萝莉来。平常一般是不会用这种方法，不过现在真的是比较特别。哎，那你过来，给你吃一点。来，后退。坐下。对啊，坐下。
啊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好，你坐好。好，现在还有五分钟，他大概会没办法，他大概会忍受不了。等一下的计划是这样，我把那个他喜欢的那个零食的那个丢在钱上面，看他有没有把咬出几根钱好了。希望不要把钱给咬断。哦，干嘛？怎么了？他发现我手上有零食，就在寻找零食。零食不是猫饼干，零食是一种，就是一种蟹肉点心，好像也有人吃的版本啊。但是猫吃的版本，你可以吃吃，可以物料可以买来吃吃看，什么味道也没有，真是奇妙的东西。坐好啦，坐好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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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啦，坐下。好，再给你吃一点。坐下，对啊，床不是很乖吗？那现在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，随便如果一直换毛，这样随便摸一摸都会掉一大堆毛下来，所以如果有幸运获奖的粉丝应该也会得到了很多的猫毛。那有猫毛其实不用保留啦，就顺其自然，随风飘逝吧。他们猫咪都很遵守自然的定律，现在整个都在换毛。好多的毛啊，救命啊。对啊，所以养猫的人就是要更注重家里的环境整洁，要时常的打扫，不然这些毛他们会变成什么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啦，就是要多多整理，要用吸尘器把毛吸一吸。猫毛是幸运的象征吗？如果是这么说的话，这简直幸运到爆了啦！那我们就撒一点在铅上面，充满了猫毛啊！好，那我们差不多就要开始来抽签了。应该是要照，那我们就倒着抽好了。你们现在抽小奖，洛里不要咬我啦。那我们现在抽，好吧，我们就来抽这盒米墨吧。洛里，那我们就请洛里来试着咬个签看看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再看用什么办法抽。洛里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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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洛里，那我把它放在上面哦，你的零食在这。洛里。他把零食吃掉了。好吧，那我再试一次看我爸让洛里来抽。那如果不行，我就要来抽了。那在抽之前再次说明一下，这次的签就是因为想说现在不要黑箱作业，就是把所有的签都做成一条一条的，那这样就是让大家就是至少感觉比较公开透明，然后让 Loli 用物理的方式抽一下，抽出奖项。那我们现在先抽第一盒，就是尼莫这一盒。 Loli 给你抽一张，在这里，在这，在这，给抽！哦，
样抽得出签吗？嗯，有点困难，有点困难，有点勉强。结果罗伊吃到点心了，却没有抽出签，这真是太聪明了。好吧，不然我们就看萝莉猫把哪一根签弄得最明显，我们就抽出那一根签好了。罗莉，好吧，我再试一试。这你今天超多点心可以吃的啦。看来临时抽签计划是有点不太顺利，因为他吃了好几个零食，好像有点满足了。哇！你忽然冲过来干嘛？吓我一跳！好，放进去了，抽签，可以抽个签吗？咬一口嘛！你刚刚都想要咬我的手，却不咬签。对，萝莉猫真的赚翻了啦！绑着签吗？可是签每一只签上都绑一个零食，也太多了。哦，有抽有抽，抽签抽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就先拿最上面这一张好了。好，就拿这一张，它抽出来最上面的。那这张的中奖人是张燕琪。然后他的留言是说，每次看到萝莉猫都让我想养猫，哪有这么喜欢模型盒的猫啦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应该看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就中这一张。啊，我们恭喜张燕琪抽中了那个尼莫，我稍微记录一下。好，那其他的先我再把它放回去。萝莉猫应该还吃不够，它刚刚很不爽的离开了，我们等一下再请它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抽出了一盒了，恭喜恭喜这位幸运的粉丝。那我们再来抽，好，我们来抽这个吧 ，BB 版的创作攻击钢弹。我先来看一下他留言留了什么。OK， 那还是很感谢大家，就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模型抽奖活动。那虽然没有达到如梦似幻的2000赞，不过1300赞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那就先，虽然一定大家还是想要看萝莉猫抽，不过那还是由我来抽个几张吧，不然时间可能也不够。那就随手抽出，
好，这一张是抽中的是这个，应该是念车林晃吧，车林晃，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到。恭喜他抽中了那个，就是 BB 版的创作攻击钢弹，记录一下。哇，新人都倒下去了。恭喜这位幸运的粉丝。那这个中奖的签我先找个地方收好。萝莉猫现在在一个角落偷偷的瞄着这边，他可能还想要抽新的签吧。那我们下一盒我们来抽学姐，就是裘雅克。我签怎么一直跑出来？好，我再，既然萝莉猫刚刚有试抽成功，我们再试一次吧。萝莉猫今天真的是吃到饱了，真的太爽了。之后他一定会天天想着要抽签。对，来，那我们就连续抽出，对，来，对。好了，抽一张吧。还是这样太少，那就多一点好了。多一点塞进去，给你抽。这样抽不出签呢。那里。要你抽签，变成抽签吗？零食都掉进去了啦。乖，抽个签吧。他觉得很不爽，一定。好吧，那还是由我来抽出。抽一下嘛，好啦，来，我随便抽一张。哦，抽到了，这是应该是洪明洲吧，是那个英文写的 ID。恭喜他抽中了学姐，耶、yeah, ！恭喜！看得到吗？裘雅克，恭喜抽中这位粉丝抽中了裘雅克。对呢，现在这样就剩下两盒了。那裘雅克盒子打开来好了，看洛里要不要睡一下。洛里，这给你。好，现在剩下最后这两盒啦。我把立牌先收一下。这些签比想象中的还难整理，想说把它弄平。其实里面还有零食耶，再叫萝莉来吃一次。
洛丽，洛丽，还有零食。好，那我就因为萝莉猫已经好像吃点心都吃饱了，所以暂时应该是很难把它再请过来。那我就先把，那我们就最后抽 F91， 那我们现在抽，那我们就来抽钢弹七号机吧。钢弹七号机，那这次的活动其实还蛮有趣的啦，就大家就是靠着帮忙按赞，然后开启那个就是模型的奖项，那其实是还蛮有趣的。那之所以要办这个活动，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想说，如果用 FB 的行销去增加粉丝团的赞的人数，那是把钱给 FB。那我想说，那如果把钱直接，例如说应该把这个资源分享给粉丝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，那就试着靠这样来试试看。那结果其实也蛮有趣的啦，那这个之后我可能会再写部落格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是还是再次感谢大家。那我们现在抽出七号机，七号机是看是由谁来中奖。好了，就抽这张吧。好，我们恭喜那个刘红玉粉丝抽中了这七号机，恭喜恭喜耶！恭喜恭喜中奖！萝莉猫现在依然是在躲在角落，偷偷的注意这些钱。好，恭喜恭喜这位粉丝，七号机。刚有说错吗？现在这张抽中的是七号机，我们恭喜刘红玉粉丝。那再来，剩下最后一盒啦，最后一盒，最后一盒 F91， 好像还蛮多人想要的。那其实这次的送大家的奖品里面有很多的都是我只有买，也只有买一盒。那有一些像 F91 啊、球雅克啊，我应该就会再去补一盒吧，不然这实在是很赞的套件，自己没有的话怎么行？好，那我们就有人提到三机，没错，就先把三机分给需要的粉丝吧，这也是清三机的方法之一。如果有人的三机太多，想要由萝莉猫抽出来送给大家的，也欢迎跟我联络，也可以跟萝莉猫联络啊。如果你知道萝莉猫的联络方法的话。啊，抽奖大家就得失心不要太重。我做了这么多签，也希望多一点人中奖啊。不然我来想想看有什么可以送给大家好了。安慰奖吗？桌上的泡面。也许收到泡面的人可能会把它拿去三机，或是他想要模型却拿到泡面，可能也不是很好。那这次的活动也许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，我可能会再想想看，例如说有参与实况的，也许有什么方法可以回馈一下。不过目前我还没想到，所以我们要等下一次啦。好，那其实实况跟我现在看到的，跟我看到的进度是有点延迟，所以那我现在就要来抽出最后一个奖项。反正距离11点前还有15分钟，我先边跟大家聊天边想一下有什么可以抽给大家的好了。好吧，
那不然这样好了，如果能在实况抽完之前可以大概再有更多人可以看的话，那我就再多抽一盒好了，就再多抽一盒，我看一下什么给大家。如果能破50根收看，就再多加这盒给大家吧。多加这一盒就是独角兽骑士钢弹。如果能在短时间内破50个人收看的话，我现在这边看是40个人。快啊快啊！现在我现在先去请萝莉猫过来，那大家赶快分享一下哦。萝莉猫，萝莉，萝莉猫表示零食吃得很饱，不是很想过来。那我知道再拿，还是得拿出零食。等下次对于那个零食抽奖方法上，可能要做一些调整。好，我们就用最后的一片零食来看，有没有办法抽出 F91 吧？罗莉，最后一片零食。结果罗莉把最后一片零食抢走了。Oh no！ 他把最后一片零食抢走了，这我真的没有办法。结果萝莉猫就这样把零食抢走了，我必须要去请他，再用其他的方法请他过来。萝莉猫对于这个抽签活动好像非常的不满。好啦，抽一张。他对于这种稀稀疏疏的很讨厌。哪里？假动作，变魔术，嘿，哪里，可以来，抽一张，生气了，萝莉猫揍我的，他用他的猫拳揍我的手，好吧，那我知道，先抽出了，那我们就来抽出 F91。现在还差一个人，那我们就先抽出咯，抽出看看啊怎么抽比较公平啊，就不要看着先从中间抽出来好了。这个是杨志勇，恭喜杨志勇抽中了那个 F91。那抽中的粉丝就请，就是用讯息，就是密那个 Pico Studio 这个粉丝团，然后给我你的那个就是地址电话，就是那我就会之后就会把奖品寄给你。所以恭喜中奖的粉丝，其实这样很快就抽完了啦，就比我想象的快，我想说还会。更慢一点。好，那这样现在5个奖项都抽出了，那还是没有突破50个收看。而且还下降了，好吧，那我们换一个奖品好了，我们来换个奖品。要找一下，要换什么奖品呢？
这个如何？我们来抽，我们来抽武器组，多送大家一个武器组好了。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？加码煮好的新安粥，加码新安粥不好吧？我的新安粥都随便捡捡的，武器组是不错啦，而且好像最近比较少看到我在卖，还是说可以让我先杀个肉，我是想要杀那个剪刀啦，所以其实武器组我买两盒。另外一盒在这，武器组其实有两盒。不过如果要送大家的话，当然是送一盒啦。好，已经超过50收看了，那我们就来抽出这一盒吧。沙漏零件哦，沙漏零件都是特别买的，还是有人想要那个没有头的 Z 钢弹，虽然一般人拿到应该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抽出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奖项，加码奖项，就是这个叫什么 Hyper Gunpla Battle Weapons。就是这要怎么翻？总之呢，就是武器组啦。那我们就来直接抽出咯，就不要废话那么多了。抽后面的。好，我们恭喜刘志熙，应该是念熙吧？他上面写钢普拉就是做。就对了，他的豆点在一个很奇妙的地方。通常一般豆点不是应该是在那个钢普拉，就是做就对了，前面应该是豆点吧。不过无所谓啦，我们恭喜这位幸运的粉丝，耶！抽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Pico Studio 的。接下来的发展，那 Pico Studio 除了模型的资讯以外啊，目前也是在想办法开发一些更有趣的东西。那大家可能有注意到之前那个愚人节有出了一款有趣的简单的 APP， 虽然只有那个 Android 版的，那之后也许还会出类似相关的东西，那也请大家多多支持。那至于还会有什么呢？那就希望就是已经按赞的粉丝继续关注下去啦。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感谢大家就是前来收看那个实况的那个各位观众们。那也希望多多在粉丝团留言，在那个就是多多分享，多多留言。那我现在再重复一下中奖的那个名单好了。我等一下晚一点，我就会把中奖的名单就是贴文会贴出来。其实现在也可以贴，反正这个实况也不用钱，就花时间就是实况给大家看，也是很 OK。那现在这桌上的这个是，现在实况可能看不清楚，现在桌上的是那个就刚刚中奖的名单，总共有6个幸运的粉丝中奖。那其实这样以这样一个月的活动来说，这样是还蛮多人参与的啦。那也许之后也许可能会做一些比较短的活动嘛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。那其实这个活动没有什么其他的人赞助，就纯粹是想说投入
一些投入一些，就是算是自己的资源试试看的、啊，那也是算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啦、啊。那之后也许如果要办相关的活动什么的话，那我就再研究看看吧。毕竟拿自己的三季来送大家这种事情，应该也不是常有的事情。哦，有人提到说有没有要教学哦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教大家什么，教大家用神之手解模型吗？还是你们要看什么特别的教学？沙漏要用在哪？要看沙什么漏啊？你说如果是这个的沙漏的话，应该会用在……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会用在哪。通常沙漏不就是先买来放在山鸡里吗？要杀的时候就可以从山里面拿出来了。喷漆的实况。可能设备或是场地限制会有一些限制啊，因为这个就可能要再做，再可能要再想想看，比较不是那么方便，因为我的工作室跟现在大家看到这边其实是有一点距离的，所以我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障碍。如果能克服这障碍之后，可能做模型的时间也许都可以实况了。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其实它是个餐桌，我占领了这个餐桌非常的久的时间，但是有时候这餐桌还是会恢复成餐桌的样子，它并不会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啦。那今天主要还是把奖项抽完，那教学的部分我再稍微规划一下，我再看一下怎么跟大家分享好了。好吧，我们最后找萝莉妈来跟大家说拜拜。萝莉，嘿，萝莉妈又跳到盒子里了。萝莉猫最后还蛮乖的，就跳过来了。那我们就先看到萝莉猫离场为止吧。这个，总之呢，就是占领餐桌做模型也是要考，就是要考量到它的需要退场时候的状况啊。这个大家最近看新闻报道，大概都有学到很多。这个就不多讲。那平常做模型的时候，有时候萝莉猫就会这样，就在旁边看。至于他在想什么，因为我不是他，我也不晓得。他可能想说，怎么还没吃零食呢？或是说还没有把盒子打开？那现在是他刚刚跑去想要睡觉，又被我吵醒。猫咪不会吃到汤口啦，如果吃到汤口，它也会跟它的毛一起吐出来。有人说要赞助再抽一只，再抽一盒。但是因为我现在无法做更进一步的确认，所以我想。不然就等，如果有愿意提供奖品进行抽奖，请萝莉猫抽奖了，我们就麻烦也就是把讯息就是密 Pico Studio， 然后我之后整理好，如果有就是没有有一盒就可以啦，就是我之后再找时间帮你抽出。有人说要看萝莉猫大战扁平吉翁新吉翁克哦，好，但是很有可能萝莉猫就会跑掉，那如果萝莉猫跑掉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会到这结束哦。
平平的吉翁克出现啦、啊！噔噔噔噔噔噔，不为所动的萝莉猫。那我们只好用新吉翁克磨蹭一下它。萝莉猫对于步步逼近的东西会，应该是会攻击才对吧？吉翁克慢慢的逼近，好吧。萝莉猫一直在甩尾巴，不是很耐烦，他觉得他的空间被压，被挤压了。互动一下嘛，萝莉猫跟萝莉跟那个新吉翁克互动一下。完全无视，好吧，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。萝莉猫也差不多要去睡觉了。萝莉猫已经是晚上睡觉的动物了，它晚上都跟着人一起睡觉，根本就不像一只猫呢。萝莉猫这样算应该基本上应该算十岁吧，也算是一只比较有一点年纪的猫了。所以萝莉猫开盒，还请大家继续多多支持。那之后如果有，如果可以，如果时间许可的话，我就多办一些这样的活动，好像还蛮有趣的。萝莉猫很抢镜头，它不让这个活动结束的。那我们就继续看萝莉吧。那我来看一下大家说什么。好啦，那萝莉猫可以这样子做非常久的时间，因为它是只猫，它是只喜欢模型盒的猫，然后它也不喜欢我摸太久，就是非常傲娇的一只猫。它对于这种有威胁性的东西，一定会进行攻击。其实我很少拍跟萝莉互动的影片，想说趁现在加紧拍一下。他的眼神就整个就非常的犀利。动作超快，根本摄影机就拍不出来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有抽中的粉丝，我等一下会把名单会公布在粉丝团。那也希望这些粉丝看到之后，可以就是用讯息把那个就是你的名字、电话跟那个地址，就是私讯给我的那个粉丝团，这样我就可以把奖品寄给你。好，再次谢谢大家。那也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办这一类的活动。那我们今天活动就是实况就到这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祝大家晚安。